主料，面粉三大勺，酵母粉，酵母粉用温水化开，面粉放入稍大一点的盆中，倒入酵母水，用温水少量多次合成软硬适中的面团，放温暖处发酵，醒两个半小时。冬天时间长了些，用手按下，不回弹即可。面多揉一会，搓成条状，切成大小相当的团，整理下，放入蒸笼，醒15分钟，水开放入，蒸半个小时，关火后的5分钟开盖，开锅了，看着还行，看着还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